Hello， 大家好，这皮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好不好？看到这部影片的话，大概就已经猜得出来了吧？我觉得这边的话，大概率这个最后的这个爪抓呢，像大家也不陌生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就是我们的罗布路基了吧？好不好？应该就是那个跟尼卡对战的那个罗布路基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爪爪大概也只能想到这个吧，或者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因为目前来说已经到了这个未来岛了嘛，然后鹰眼的这个 S 之天使跟我们就是那个女帝的 S 之天使都出了嘛，所以大概是以未来岛为风格。那未来岛这边的话，有这个爪子系的这个角色，大概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路基占这个居多了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大家期不期待我们罗布路基呢？哎，也可以跟着拼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真的是还好哎，我对罗布路基这个角色我真的是还好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想法就是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只能说，我可能就是会空过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倒数挑战。倒数挑战的话，这边我觉得用这个跟那个尼卡还算是顶强的啊，我们就用这两只走起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在玩那个航海王的卡牌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航海王的卡牌游戏的话，那个罗布路基的头就出了很多，可是我们自己的喜欢的这个头就很少啊，所以就不是那么喜欢罗布路基，会觉得他占位置啊。我就觉得哦 ，no， 不要，各位不要不要这样感觉。可是现在的话，基本上啊，就是先等一下就近，好不好？这个出的时候他到底厉不厉害啦？如果真的还说还算不错，或是比较符合哲平那种就是玩法跟这个特性的话呢，那好像也不是说不能搞搞啦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自己个人还是，哎。比较想要抽一些比较想要角色哦，不过也还没有确定啦，因为这只的话基本上只是出现那个爪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虽然目前来说我们看起来那个爪爪大概八九不离十，应该就是我们那个罗布路基的。不过真正的这个角色的公布的话是在我们这7月29号，应该也是会有这个直播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直播究竟有啥秘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玩女帝的话呢，我们当然就是站在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守阵的这个动作了哟。好，周琦交给我们守守。然后罗杰跟那个尼卡，尤其是尼卡，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这个模式，然后去前面那个顶位站着的，因为那个蛮重要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靠，为什么？慢慢轰到了，然后轰不死，不是，我不是已经锁？哎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这很酷哎，我们都已经锁定他，我一直在打锁龙干嘛？哇，我傻眼了！大家应该刚刚都看到了吧？我一看已经先锁定了吧，对不对？完了，各位我们要集技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伙伴们都还没有拿钥匙去那个去其他地方哈，不是没有拿钥匙进去那边一直砍人，到底在干嘛啊？我们一个50-5What the fuck！ 傻眼。不过这个是挑战对战环节啦，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刷分用的哦。刷分拿一下，而且你看，我们现在只要把我们这边的这个有没有，把我们这边的这个关卡的这个什么，就是所有这个奖励的这个角色拉满，我们就可以输了还可以拿5000分呢，还算不错啦。好啦，刷分开心，不要想着赢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把哦，不是刚刚那把，难得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看到我这几天就是一直玩到现在的影片，我很难得在那边锁定角色哎，啊，我都已经锁定了那个罗杰了，他不是会一直咬住吗？就没有哎，我在那边按自动攻击的时候，还是锁到这个索隆身上了，莫名其妙啊！我的天哪，而且我们那个踢脚胶也没有踢到啊，真的要等他们那个就是任何盾牌消失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那个才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会比较好哎。不过在那时候的话，可能你就已经被打死了哦。好，走起！不过最夸张的是，我们这队根本就没有人要把钥匙送过去啊，要不然就是有人带钥匙过去的时候，然后刚好就消失了。我看一下这是谁？哦，这是未来索隆。哎，给锁啊！哎，他挂了，那完全不需要我们哎。耶！躺分躺到烂。锁到了，要不然就有可能是我刚刚根本没锁到啊！这里，哎，
那个一个移开就没了耶，所以你要一直狂锁耶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你一个移开人就没了耶。好、啊，好吧，那我知道问题了，就是你离太远的时候，他锁的地方你会消失这样子。你那雷利。对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，你知道吗？炽天子比雷利大只很多耶，哈，我现在才发现哎。不过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还行吗？一个45，25，然后 King 那边拿到钥匙开飞，应该没问题。大，我靠，干嘛、啊？大拳击，钥匙快给我掉！我钥匙掉了，哇，一个25比26哎、欸！我对面刚刚这边急起直追啊，欧里歇，好 KO 掉这个多佛朗明哥，哎，我们钥匙也要掉了，一个25比26，完蛋！他们钥匙在哪里？他们拿很快哎、欸，啊，原来是有一些位置是锁不到的，但这边就锁到了。好了啦，钥匙掉下来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哎，我们完了。对面怎么都这么会呀、啊？我们的钥匙好像出不去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钥匙进不去别人家呀，完蛋啦！急！他们要爽了，他们要爽了。我们的钥匙还在我们家，快冲快冲冲冲冲，加油了，靠你了，有狂捡猛捡，哎、欸、很难耶、欸、我的天哪、啊、钥匙在多佛身上，完了GG了，哇，不过这把也是很焦灼耶，一开始我们明明领先超级无敌多了，没啦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最后有疯狂狂那个哎、欸，狂拉哎、欸，但是还是输了，差一点点，哇，GG，有啦，这边还是有这个加了6000多分，反正挑战对战环节就是让我们加分的啦，还行啦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把，好，那这把的话呢，我要走一个不一样的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女帝可以守了，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直接啊往我们的这个敌方阵型前进，再加上我们这边有罗杰啦，所以就是往前进之后，如果钥匙掉的话，我们妮卡就可以在里面一直那个捡起来之后，在里面一直按那个防御吧，就是反击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我们先看一下啊、哦，交给罗杰了，冲呀罗杰，然后女帝一个人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冲呀罗杰，有了哇，有了罗杰，哇，他这个直接回头砍啊，来一个麻痹拳，大拳击，这边一直反击，可以哦，你在这边一直反击嘛，别人在砍我就反击，哎、欸、钥匙掉了，那、欸、钥匙掉了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就是捡起来，然后直接来一个，哦完了，直接被打死。来不及了，哎、欸，对面好像也是很强，哎、欸，守不住是不是？哦，有，好像还行，守一下，要求我，麻痹脚胶，石化脚胶，来，双手，加油，因为他们钥匙掉了。炸一下，两只女帝的手啦，各位，有，我们现在疯狂在倒数进程了，交给你们了，伙计们，我们两个女帝在这边守，剩下就交给你们玩了。有了，海洋队即将获得全胜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有另外有钥匙的来了，哇，被打死了，干完了，不会吧？哇靠，我真的觉得。哇，这几把怎么都这么的那个刺激啊！接
们手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边超刺激！哎，没人要去他们家吗？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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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我来我来！靠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完蛋了，他们13-14了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们今天还没有赢半场哎，对面也太那个了吧？遇到的都很屌哎，完了完了！啊！哇，对面真的很会耶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基本上看到了这个官方的预告，大家觉得下一只的这个超船会是哪一只呢？基本上我觉得大概率应该就是罗布路基没有错了吧，对不对？那个爪抓痕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没有罗布路基的话，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哪一个这个爪抓痕的，各位，如果你们觉得有没有其他一些角色的话呢，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咯。那么今天就玩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